需要用到月山的 FR， 不辞。先看演示。接下来是教学，正常 BF 跟起手升龙，升龙后落地跳 F，F 过程中按住 W， 结束后直接接升龙。第一个升龙结束后松开 W， 第二个升龙之前再按下 W， 落地的瞬间点右键。再打鼠标左键至少的三体，最后打出三个王霸体。子长剑打无尽抗敌人伤害，共计2324点。